这绝对是今年最亮眼的神片，看起来有种小说三体的感觉。几条故事线最终融汇在一起，每条都能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恐惧。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部片到底神秘在哪里。故事要从一个正在沙漠方骆驼的老汉说起。此时，他身后的骆驼已经感到异常，并纷纷地逃离了此地。而这个神秘的物体已经移至到老汉身前9米处。老汉缓缓向前查看，却看到尘土中似乎有个半透明的球体，随着尘土的消散，球体开始慢慢黑化。就在老汉即将触碰到球体时， 突然，球体传来一丝刺耳的声音。紧接着，一支地表强悍的特种部队就来到了附近村落，说是中东某小镇遭遇不明恐怖袭击。抵达小镇后，就发现原本繁华热闹的小镇，此时却空无一人。热闹的集市中也是悄然无声，气氛也是十分诡异。但是路边的电视机却在不停闪烁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惊慌失措的村民走了出来，紧接着就有几个村民陆续的走出。原来他们都是这里的受害者。 但是面对村民的诉说，士兵们也是时刻保持着警惕。面纱妇女告诉了士兵，这里刚刚发生的一切。她恳求着士兵赶紧去解救学校里那些孩子。于是，士兵们向学校围堵，并且没有丝毫放松。来到教室后，他们就发现孩子们已经恐慌地缩在了角落，而教室的另一边却被炸得稀巴烂。老黑看来看去也没什么收获。 最后却将目光落在了一个诡异的男孩身上，这让老黑感到惊奇。男孩鼻冒鲜血，右手却用鼻血在桌上不停地画圈。老黑灵机一动，开始同男孩套近乎。看来似乎有点效果。男孩看了看他，老黑放出他的大招，鬼魅一笑，这才让男孩有所举动。他指向了墙体被炸的方向，接着老黑缓缓走了过去，看到的却是远处一团包裹着的沙尘。随后，士兵们火速赶往沙尘处调查。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废墟，突然通信设备开始发出刺耳声，老黑赶忙摘下设备，紧接着地面开始晃动，随着震动愈发增强，地面的尘土开始拔地而起。一时间，沙尘弥漫，整个小队消失在沙尘之中。老黑只剩呼喊后，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意识到有古怪的老黑只能带着仅剩的同伴向着亮光冲去。可眼前的一幕却把所有人惊呆了，这让在场的人都难以置信。很显然，眼前的这一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，这不是一座山体，而是一个生命体。此时他已经完全看傻了。 很显然，眼前的这一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。可是他们的子弹似乎对生命体毫无任何伤害。此时，老黑好像看出了什么，突然，生命体就放了一个巨响的臭屁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米国的一个小镇，一处玉米地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大坑，而且大坑上空还有一群乌鸦盘旋，这就意味着坑里应该有腐烂的尸体。警长赶忙跑去查看，可毛都没有。但这深坑却奇怪得很。 一排排的玉米遮杆整齐的倒向坑边，一看就不是人工挖掘，但却像是陨石撞击。他们还在旁边发现了一辆报废的汽车，里面还有未喝完的饮料和驾驶员的钱包。就在这时，前方一片黑漆漆的蝗虫朝他们袭来。由于车辆没有挡风玻璃，警长只能用守护住头部，可还是抵挡不住蝗虫的袭击。好在手下把警长拽下了车，两人才逃过一劫。似乎一切不寻常的事件都在告知他们将要有大事发生。那这个圆形的大坑究竟又有什么秘密呢？ 与此同时，一位女教师正在激情地指挥演奏，突然一滴鲜血从女孩鼻子里流了出来，紧接着第二个、第三个。正当老师疑惑之时，教室里的小朋友已经惨叫不堪，一时间医院里挤满了孩童。下班闻讯赶来的小美找到了自己的一对儿女，同时校长告诉她，唯独她的儿子没有流鼻血。经过他们调查，此次事件并非是食物中毒导致，但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回到家中，小美陪着孩子们看着电视，突然屏幕开始闪烁。在短暂的停电后，又恢复了正常。此时电视正在播放一个新闻，所有动物发了疯似的冲进市区。奇怪的是，接连发生。就在小美疑惑时，儿子发现了丈夫的手机定位显示在城外。小美顺着定位来到了一处住宅，她好奇地走近一看，显然自己的丈夫已经出轨了。当丈夫再次回家时，小美已经撕破脸和丈夫大吵了一顿。就在两人争吵时，餐具突然开始抖动，屋内电灯闪烁，两人惊恐地趴在桌下。在听到孩子惊恐声后，他们迅速 跑向楼，就当小美抱起女儿来到窗外时，看到的却是一片火海。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，有人认为是某种爆炸，也有人认为是龙卷风来了。但大街小巷已成一片废墟，众人们都好奇不已，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而且他们的通信设备也没有信号。这时，有一位眼尖的路人发现，为什么你家却安然无恙？邻居们都认为是小美家制造了这次袭击。就在丈夫百口莫辩时，家中传来了孩子的惨叫声。跑回家一看， 只见儿子双手捂头，剧烈的头痛感已经让他迷失了自我。但是他的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停下，停下来！”一阵安抚后，儿子也冷静了下来。此时，电力也突然恢复。他告诉小美，脑子里一直有一个人跟他说话，奇怪的事情再度发生，这又如何解释呢？与此同时，在日本，一架载有3人的航天器将在10分钟后发射。人们紧张地做好了手里的善后工作，很快， 激动人心的发射时刻就到来了。随着推进器的点火成功，巨大的航天器缓缓升向空中，慢慢地脱离了大气层，众人为之欢呼雀跃。10小时后，航天器在指定的轨道飞行着。就在这时，宇航员发现了太空外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靠近，突然一阵巨响，飞船就被撞击了。
回到家的奈子接到紧急电话，等他来到指挥中心，看到的却是飞船最后传送回来的录像，一个残破的大洞赫然出现在了飞船中央。奈子私自闯入操作室，找到飞船遇难前的最后一段音频，音频却一直不停地重复着两个字，难道跟这件事有什么联系吗？此时消息已经传遍整个岛国，岛国人民瞬间进入哀悼之中。但在飞船失事的同一时间，伦敦的一所学校在外出春游时经过了一个山谷，突然所有人的手机信号中断，顿时车内一片混乱。就当老师回头看时，突然前方出现不明飞行物，老师狂打方向盘，却导致大巴失控，径直地冲下了深坑。一辆校车坠落悬崖，意外的是孩子们竟然都毫发无损，但是他们要想离开这里并非是那么容易的事，因为他们是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深坑。这时一个金毛男孩带头爬上峭壁，很快他就爬到了半山腰，但是他已经精疲力尽，他看了看崖底，接着又转头看向崖底的同学，示意让他们也爬上来。得到命令后，其他孩子立刻也开始行动，一番努力下所有人都爬了上来，但之前被陨石砸中的公路已不成路样。接着他们走近一看，却发现坠落的根本不是陨石，而是俄罗斯的卫星，但卫星坠落是何原因却引起了金毛的注意。看着地下的残骸，很快他就发现了自己画册里的文字竟然与残骸上的相同，然而他也是一脸蒙圈，自己居然能先知这一切。与此同时，当晚小镇在遭受袭击后，小美就带着老公和孩子匆忙的离去。经过一夜的奔波，他们终于到达了市区，但是似乎市区也不太正常。就在大家下车查看时，城里的灯光却陆续熄灭，不过第二天又恢复了。当小美来到超市购物时，却看到了新闻正在播报全国各地遭遇不明袭击的事件，一场持续毁灭性的袭击正在席卷全球。小美当机立断，直接盗取了别人的车钥匙，此时她也没时间跟老公解释，就让他把行李拿过来。就这样一家人开启了求生之路。经过一天的奔波，他们住进了一家旅馆。当孩子打开电视时，美国直接就向全世界宣布近期各国所遭到的袭击都是来自外星生物，然而种种迹象也都证实了一切事情正在不受控的蔓延而开。就在刚刚，他被一个臭屁轰倒在地，然后一脸蒙圈地看着四周，他简直不敢相信外星生物会把这里变成废墟。他赶忙来到作战车呼叫支援，但却没想到此时的无线电早已失效。他走着走着，但烈日的照射早已让他饥渴难耐，他终于倒下了。他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去打篮球。模糊间他看到了一个人朝他走来，情急之下的他拿起枪支警告，但是老汉并没恶意，不过语言不通，于是老汉赶紧扔出了水。老黑想了想，最后还是大口地喝了下去。接着他又问老汉有没见过像他这样的美国兵。聪明的老汉在地下摆了七根树枝，正巧老黑的小队也是七人，于是老汉并带着他在这茫茫的沙漠中游荡。但快要走不动时，老汉却兴奋地喊着他们就在上面，他赶紧跟上去，不过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彻底崩溃，原来老汉一直在带他找山羊。就在这时他的定位器上有了一丝信号，于是他顺着定位来到了一个小镇，接着他找到了一家医院。进了医院他也是十分警惕，然而在医院的地下室里他找到了一个未死的队友，但是就在他把队友扛到车上时，队友却没气了。然后他开车来到先前的美军基地，可到了基地他才发现这里竟然空无一人，一支装备精良的特种部队就这样凭空消失了。他找到无线电联系总部，但是总部却没任何回应，他恼火极了，于是走到基地外晃荡。最后他才意识到指挥部可能有线索，在他的一阵乱翻下，他找到烧毁的密报，密报上写着小队遭遇外星生物袭击，总部要求所有人员马上撤离。然而外星生物入侵地球也正式的进入高潮，那渺小的人类在庞大的敌人面前又该何去何从呢？强悍外星生物入侵地球，独自来到外面的小美吓得瑟瑟发抖，她赶忙坐上越野车，可是越野车早已没有，无法启动。她捡起地下的手枪赶紧跑回去，再也顾不上满室的了。精疲力尽的小美终于回到了邻居家，在几句呼喊家人后却没有任何人回应。突然她发现墙上布满了诡异的黑色液体，惊慌失措的她却又被地下狗尸绊倒在地，吓得她连连后退。她无法想象出去还没几分钟就发生了如此诡异的事情。就在她以为家人都遭害时，一只手伸了下来将小美拖上阁楼，原来自己的孩子和丈夫都没死。小美激动地抱紧了家人，他们的团聚声却引起了大爷的警告。大爷告诉她如果声响引来怪物大家都得完蛋，但是小美不想坐以待毙，她不听警告地抱着女儿跑到楼下。此时的外星生物就在她身旁，在一阵紧张的憋气后，他们悄悄地跑到了另一个房间，可老公和儿子还在楼上。为了他们能安全下来，小美再次地探出了头，她示意老公怪物没在这边，赶紧下来。于是她连忙带着儿子往前爬，不一会儿老公就带着儿子下了楼。走到一半时，两人因意见不合，老公却执意要打开堵着的大门，而小美却要让他们往这边走。小美只好叫儿子过来，只要孩子没事就行，才不管这个渣男呢。安顿好孩子后，她再次小心地打开门看，此时老公还在不停地挪动柜子。就在这时，小美从镜面看到了一只外星怪物正逐步地向她老公走去，她紧张地对着老公喊话，可是孩子在这边又不敢大声。这时怪物猛地撞向了她老公，她再也顾不上他了，捡起地下的手枪带着两个孩子拼命地往地下室跑。最后三人成功地从窗口爬了出来，并快速地跑到了车上，但由于紧张导致车轮打滑无法前行，
就在这时，一只外星怪物跳到车窗，把车窗咬了一个大洞。情急之下，他掏出手枪，对着怪物就是一顿猛打，但是子弹似乎对他没一点伤害。接着，他又拿起车后的高尔夫球杆，拼命地往怪物嘴里捅。强悍的女人，为了逃命也是装备用尽，最后从孩子的包里掏出了捡来的一块黑石，看着眼前的怪物，他发了疯似的，冲过去就是一阵乱敲，但似乎这块黑色石头是怪物的克星，很快怪物就被他捅死了。看着手中的黑石，他终于冷静了下来，他把怪物推下车。就在这时，他竟看到了未死的老公缓缓走出，他连忙跑过去接应。就这样，一家人躲过了怪物的攻击，他们再一次的开启了求生之路。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遭遇怎样的故事呢？整部剧的故事线也慢慢集中，但是实在是过于混乱，剪辑起来非常麻烦。如果朋友们确实喜欢看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抓紧更新。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。外星生物袭击人类，全球形势也越来越严峻，惨遭袭击的尸骸到处可见，旁边还有一个死去的外星生物。经历过多次战争的老黑也是头次见这般诡异场景，他紧张地探查四周，希望能找出幸存者。就在这时，附近传来了几声说话声，他警惕地走去一看，原来是几个难民藏在了这边。他让难民举起手来，随后又示意让他们把衣服掀起。难民告诉他能听懂英语，还说自己没有恶意，于是他走近问话。难民告诉他这里遭受过外星生物袭击，各种武装车、直升机都被摧毁了。他还告诉老黑自己只看到美军基地枪战后的场景，并且飞机全被烧毁，要想坐飞机只能去附近的喀布尔机场。于是老黑开车带着他们一起前往机场，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机场。紧接着老黑亮出自己的美军身份，成功登上飞机。与此同时，金毛一群人在路上拦下了一辆车子，还从司机口中得知伦敦已经遭受不明生物袭击，他的家人都在袭击中牺牲了。在一阵恳求后，女人带着他们回到了伦敦，但是这里已经不成式样，到处都是硝烟。于是金毛几人各回各家，就在回去的途中，他们发现了一只外星生物正在对面寻找食物，但幸运的是没有发现他们。接着他们赶紧跑回家，来到家后才发现家人早已死去。此时老黑也到达伦敦中转站，但是从事关口中得知并没有回美国的飞机，他只能待在伦敦。可这里的景象让他非常震惊，整个城市硝烟弥漫，这让他对家中的妻儿起了担忧。他找到一个电话亭，但打过去却无法接通，一时间老黑感到绝望，让他对生活彻底失去了希望。当他在酒吧喝闷酒时，却碰到金毛两人，金毛让老黑护送自己去医院，可此时的老黑哪还有心情，他只好告诉老黑自己可以控制外星生物，但老黑怎会相信。于是金毛拿出来自己的画册给他看，老黑一看的确是自己在沙漠所看的外星母体。金毛还告诉他自己癫痫发作就能感知外星生物信号。终于老黑意识到问题来了，于是赶紧护送金毛前往医院，但是他们的到来却让医院遭受了怪物的袭击。这个男孩可不一般，他竟然能预知未来。在发现问题后，专家为他做了检查，居然发现在他的大脑里面有数万亿的神经元素正在疯狂运动，而且他的脑海里还传出了无数的图案，就连嘴巴都说着外星语言。就在这时，他预知了外星人即将要来，紧接着果真就有外星生物朝医院这边逼近，医院瞬间一片混乱。在老黑的保护下，几人开始火速撤离，还没走多久，老黑就发现了窗外的怪物。金毛告诉老黑外星怪物已经发现了他们，紧接着窗外就有人遭到了袭击，几人吓得瑟瑟发抖，随后怪物又撞碎玻璃，直接就把旁边的女人给咬死了。三人四处串逃，这时金毛停下了脚步，原来他又感知怪物就在对面。沉默中老黑唤醒了他，决定将孩子锁在房间里，自己留下来独自抵挡。很快怪物就朝他们袭来，随后老黑拿起旁边的夜罐对着怪物就是一顿烧烤。不过屋内的金毛却感受到了外星人的痛苦，而烧烤的感觉却让老黑无比兴奋，但是怪物实在是多，很快又向这边袭来了，然后钻进了天花板，向着金毛房间冲去。老黑只好打开房门带着他们接着逃跑，可怪物就像跟屁虫一样缠着他们，走到哪跟到哪。没一会他们就被几只怪物包围了，老黑举起手枪对着其中一只狂射，但是根本没鸟用，怪物还是径直地向他们袭来。很快子弹就打完了，他只好掏出匕首，三人也形成防守姿势，等待着怪物做着最后的挣扎。与此同时，小美带着受伤的老公和孩子来到了一个避难所，正巧碰到了一个认识的医生，在安顿好丈夫的伤情后，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大厅。此时这里已经布满了受灾的难民，他们找到一个墙角休息，等到丈夫伤口消毒完后，自己却和男医生偷情去了，而丈夫也没照顾好孩子，儿子到处乱跑，无意中跑进了停尸房。等小美出轨回来，却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儿子手中的黑石竟然可以驱赶外星生物留下的粘液。一家人立马就被军方控制，并对黑石展开研究，在发现黑石可以停止再生能力后，军方立马断定孩子和这块石头
便是拯救人类的关键。为了拯救人类，小美一家搭上了军车，前往五角大楼，但就在途中却遭到了不明袭击。显然袭击者已经得知了黑石的事，他们来抢石头。打斗中，军车被打爆轮胎，从而造成军车侧翻，两方发生激烈的枪战。丈夫趁机从口中爬出，在查看安全后接出来孩子。然而小美在跑之前也拿走了黑石，一家人向着树林跑去。为了引开敌人，丈夫前往谈判，却碰到了军人。他让小美老公交出孩子和黑石，但他没答应，最后却惨遭毒杀。事实证明，当危难来临时，根本没有理由可讲。此时小美正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向着森林跑去，但一不小心却滚到了山下。这是一块神奇的黑色石头，只见女人将它拿在手中，无数的黑色粘液瞬间绕道而行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神器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可黑色粘液实在是多，看得让她头皮发麻，而且身边还有两个孩子。她带着两个孩子小心翼翼地继续往前走。而医院那边，老黑也还在和两个孩子同外星怪物进行最后的厮杀。就在这时，金毛的癫痫发作，原来他在试图控制着外星怪物，而现场的怪物也慢慢地停下了脚步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老黑也感到无比的震惊，他竟然真的能控制外星生物，小金毛终于做到了。随后老黑将他抱起，迅速地向着医院外跑去。而日本的那边，航天局飞船遭受袭击后，太空外居然还有一名幸存者，此人正是奈子女友。此时他正用蛙泳姿势游回了破损飞船，并快速地向地球发出了求救信号。指挥中心在听到求救声后，奈子迅速地跑进机房与女友连接，不过对方却传来模棱两可的话，一开始让说这里有外星人，随后又说让奈子救他。人们对此产生了怀疑，经过语言专家的研究后，此次发来的求救信号声音呼吸模式都与人类不匹配，他们断定这是合成语音，很显然是外星人假扮的。随后军方立刻锁定攻击目标，顺着信号方向动用了一颗核武器。随着核弹的发射，天空中出现了一团巨大的光圈，然后沿着天际缓缓地往下坠，最后坠落在亚马逊森林。人们迎来了胜利的曙光，老黑成为了那个最耀眼的英雄，所有人兴奋地在街头上庆祝，还有些人拿着棍子敲打外星怪物为此出气，但老黑看上去却没一点笑意。而军方也派出了直升飞机前去搜查外星飞船，再穿上防护服慢慢地走进了飞船内部。在与外星人对抗胜利之后，小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自己未被炸毁的家中，独自抚养自己的两个孩子，而奈子也开启了他的旅行。老黑却选择离开部队，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，唯独只有金毛在癫痫发作后脑部受到重创，躺在病床上成了植物人。然而就在人类放松警惕时，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外星飞船，入侵第一季就此完结。而在本季中，金毛为什么能控制外星生物，那块黑色石头又为何能驱散外星粘液，本季也没给出具体答案，可能是在为第二季做铺垫。为了能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观影体验，本人也开始筹划下部剧，希望大家都能来，我会持续更新。最后我诚恳地向大家表示感谢你们的点赞与关注，我们下部再见。